ED 及男性勃起功能障碍是男性比较常见的健康问题。据估计，40岁以上男性有一半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 ED， 全球共有 1.52 亿男性被 ED 困扰。 ED 还会引起男子的抑郁、自卑和情绪低落，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美满的因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